这东西可不好打呀。 我需要去锻炼身体，我感觉我的核心力量有点弱，它会影响到我操作。哦，我被他戳到了，有点小痛。他最主要他那个风也可以叠一层啊，他如果那个风打到你，他也可以叠一层。 太赖了，这东西，把我打了，感觉要给杀了，把这车堵着走了。我操，他攻击力比我高好多。 真无脑的，一套572，英雄太赖了，不好打，他带个火不好打。这种无脑英雄很不好打，把那个容错率太高了，而且伤害也高，线有点难受。命运在等待。永恩那英雄还是太简单了。 我操，还好，我们赵信来了，还好我们赵信来了，三级赵信抓狙击剑，一波逆转。 一波逆转。要想听到我锋刃的真实声音，首先要懂得痛恨重生。感觉前面打的还是太激进了一点，我应该打得稳一点，放线打，别去跟他过多纠缠。
他上来补刀，你再 Q 他就比较好。这魔镜英雄对线还是太弱了。 他主要你得把这几个 Q， 他对线就这几个 Q 放好了就 OK。我感觉玩剑魔跟玩那个艾尔登法环应该魂环游戏。哎，我就知道，我操！妈逼玩阴的是吧？还好我有心理准备。啊！别搞，走开！ 搞又没叫你们来就别来，他妈抓哪里抓到你？队友这样搞其实蛮那个的，容易出事的。 我打不过，还有半盒。 开大可以杀，但是如果刚才开大，他是有概率直接开赢更胜的。很多你时候看到你玩剑魔的玩家，他打一套的话，再想着开大，其实没什么问题。因为你那个过程中开大，他可能就他也开大。这波主要是把他打残，看有没有机会，看他贪不贪。他贪的话，在塔下再杀他。如果他不贪的话，就无所谓。 五个头了，这开大毒呢，第一时间不能 Q 到后面去，往后 Q。
我感觉他买攻速鞋我好像打不过，他为什么先这样子买？他要买破败。永恩要先出攻速鞋就很好打剑魔了。他装备出错了。楼下电动车被偷了。我们这边 很少偷发生这种。六一了，马上点十二分钟二杠九。又让我看球，给个大呀，露露怎么那么笨？击飞呀！哎呦，给个大的不就击飞吗？带一波，这把好难赢啊！这游戏现在主要队友死太快了，就很难搞。但不想抗压。他为什么不躲我的 Q 三？他躲我的 Q 三还有机会，他不躲我 Q 三一定死。这好难打呀！怎么那么难打呢？带个魔抗在身上，没有一批伤害了。我的人头，也可以。这爆炸的，你 K 头干嘛呀？白来的。我寒了，这头被 K 了咋弄？我要走了，去发育去。这我时间被拖累了，还不如不下来，下来没用，下来我拿不到东西，浪费了我好多时间。他拿了这个头，等一下还是会死，而且他值钱。明白，晚上好，晚上好。
这里应该有野，看见吗？我的痛苦，我将让你。开五挂，没开出来大。五伤杀不到了，你就算去守他，你也杀不到。他有闪现。对手打了闪，打了闪没用，不如保八保保一下八球，不用闪。2400，他一杠五打了我2400，这个10-3两件套打了我862。我，破败砍了我800，他就一件装备砍了我800，装备两件套不如他一件套，10-3不如他0-5，他0-5。我还以为是维鲁斯打了我，我想看一下那维鲁斯他打了我多少 AP 伤害。我操！结果这打开一看，全是永恩打的，太夸张了。他肯定会吃这个塔600克，没有理由不吃。装备问题太大了，破败。你打这种出破败的英雄，你是先把他打炸对线，然后等到他破败出来，你又回到对线，就是你又回到说打炸他之前，我觉得这个挺那个的，挺搞的。你懂的，就是本来你可能打武器刀妹，或打永恩这种，对吧？他出个破败之前还有鳄鱼，你把他打炸了。他可能0-3、0-4，以后你可能稍微压他1-2级，结果他破败出来之后又回到之前了，甚至比之前还要难打，就相当于你打炸他这件事就没什么用。就很干。还好我攻击力高，我操，就差一点点我就死，那下 A 出来不死了，是，然后我打不炸他我就难受了，所以才难玩。加油！我出纯输出就是为了这个，不出纯输出是一点机会的。
快走露露，差点把他害死。破刃者，是的，他剪几个头就能起点。我操，还好他后面没死，我挺焦虑的。一般我下来抓那种说发育比较好的鹿，我挺怕那个赏金被那个负战绩的人给捡走的。因为他之所以负战绩，是因为对线没打不好，如果这资源给他拿到的话，容易送回去，相当于我要花时间才拿的东西。挺怕的，飞的更快，为什么？不会全在这里吗？囚禁我的人民，将付出代价。结束了，还好，可以点头像他点。结束了。楼下小孩有点吵，小孩子。哎快拆！哎呦，哎呦，还行还行，哎呀，快拆快拆！哎，拿下拿下，兄弟们，大家点个关注，哎呀。